副主任哈，台林大陈教授，各位先进哈，大家午安，大家好，很高兴这个机会啊，来这边做这样的报告。他在今天会针对基建地，我拿基建地来做的一些研究，我跟大家做个说明，然后最后呢。最近这十几年来的一些专利，跟大家呢，做个分享。那基建壁如果要跟这个所谓的视觉结合在一起，大概有这两大的系统，一个是眼啊眼在手，那一个眼离手啊，这是固定在。那我的 study 是 focus 在眼在手这样的系统，那所以呢，我买了一只 Kuka 的 robot， 那在这个腰部这个地方呢，左右我装了两只摄影机，那这两只摄影机呢，一升90的摄影机呢，到个人电脑里面来，那做这个目标物的辨识，然后呢，再下命令去做一些。抓取等等的动作。我们如果用系统来描述，大概可以分成这两个方式。前面这个学术名字叫静态的视觉术控制，那我是把它简称视而活动，看完以后再走。那另外一种叫做动态的视觉，就是边看边走。所以基本的架构，长相是这个样子。那由这个延伸出来，我们可以看出来，看是要用影像，就直接影像特征，或用影像算出空间的坐标，所以就又分成这两类出来。那结合刚才那两个方法，所以总共呢，这样排列组合。有这四个样态，那接下来我们基建壁有了，那系统架构我们也决定了，那当然我们就要看视觉的部分是要做什么。那我是想说，这个王建民很夯，对不对？那王建民会投球，希望我可以design一个 robot， 可以当王建民的捕手。所以他投过来球，我希望我都可以把他 catch 啊，把他抓住。那所以这个球怎么样去侦测？它呢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基本的用所谓的时间差啊，第一张影像没有，第二张影像他们的时间差相减的方法去做过一些运算，要把这个球 detect 出来，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当然透过颜色的筛选。我们透过颜色筛选，可以把我们想要的这个找出来。颜色筛选我们可以做适当的这一个条件，所以它会找到这个大球、这个小球呢，它就可以视而不见。那我先说明一下我所做的这个影像处理的流程。当然，摄影机抓进来，我是采用色彩空间的转换。那透过颜色的筛选，那再加上一些形态学的处理，那过滤一些面积，那计算出这个目标的物的直径。那色彩空间转换它有这样好处的因为我们一般的彩色摄影机，我们可以转成 HSI， 用 H 这个 component 来做筛选，可以跟用 I 这样排列组合出来。大概有这个六个数值，那我们很容易的把我们想要的东西能筛选出来。那做完颜色筛选，当然还要去做一些的这个形态学上的形态学几何方面的运算。筛选完以后，一样有三个目标，筛选完以后长相这个样子。那如果我们 dilation 是得到这一个，用 erosion 是这一个，那如果用这个 opening 是得到这一个，用 closing 得到的这一个。所以如果以这个 case 来讲，当然 closing 的效果最好了所以我们这个筛选以后呢，就接下来进入 closing 的这个步骤。
那这一个是做个说明了哈，我们做完这个 closing 以后，这个还有个小的 particle 杂点哦，我们来把它做滤掉，还有小的黑点，我们把这个补满哦，所以最后可以完整的把这个过滤出来，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执行呢把它标示出来。那影像如果只有一个摄影机，景深就不见了。所以呢，一般的方法最常用的是可以用两个摄影机，左右两个摄影机，那这个是场景中的一点哦，投影在左右两个，因为位置不一样，所以就有视差，利用视差缓推回去，求这个我们目标物在这个空间坐标的 XYZ 的位置，我们可以把它算出来。那我想我就很快的这些数学说我就不说，我就简单的把重要的事实做个说明这是我们假设我们 target 我们侦测出来这个投影在左边的影像是这一点，投影在右边的这个影像这一点，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这个是投影在这一边这个是投影在这一边，所以呢他们的位置距离位置呢不一样，所以这一点点这个我们的名词叫做视差这两个摄影机的晃的位置固定，这叫极限所以呢由投影的影像点由这个视差关系把 XYZ 景深全部找出来这一点。那空间坐标一点找到了，所以呢我们要结合机械臂的运动学跟这一点去面去，就可以获得在这一点上面所以接下来当然就是所谓的机械这个运动坐标的转换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机械臂有好几轴，从基座第一轴有这些位移的关系，然后到了末端夹子，那我们摄影机在这一边，所以当然我们需要把这些的几何关系找出来，那当然这些几何关系可以用到的这个数学公式了，就是坐标旋转平移，我们把它称作坐标转换。那有这些连续的从第一轴、第二轴这些的关系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一一的找出来。好，那接下来呢，这两个点我们都知道了，机械臂怎么动也知道了，那所以呢？影像在那目标在影像里面的那个轨迹就来决定机械臂的操作的模式所以呢有一个学术名词叫做 image Jacobi， 就是那个关系式，那些关系是根据目标在影像里面中的特征点的移动的速度转换为机械臂的控制命令，所以呢这是一个示意图，就是我们空间中的一点我们目标，然后在影像这个平面的轨迹我们机械臂这个参考轴出来以后呢，我们这个机械臂到底要怎么运动可以满足这一点在这个影像中的位置，所以大概有这样的关系是我简单做个说明这个就是我们机械臂的运动，那这个就是我们影像它有这样的关系，那影像当然是前面影像数据都可以算出来， UV 都可以算出来，影像平面的这个特征值，那个放大等等这些都可以算出来，所以这一项叫做 image Jacobi， 有这个关系是可以去算想要的这个运动的这一个 control equation 所以我们可以找各种不同的特征点影像 object 有五六个就找出来，可以把这个解出来，解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求解摄影机的运动速度，但是摄影机是架在 robot 上面，所以要把摄影机要动的那个量换算成 robot 要动的量，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演算过程所以经由这样的转换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
我们哪几轴要固定，哪几轴想当做活动轴，那就可以呢去把这个那各轴这几轴想要动的，以这个例子里面一二三五这几轴想要动的轴，我们的那个运算的控制量，我们就把它算出来。好，那这个我们简单的看一下，然后你帮我点一下一点，点一下就 OK 了。不用，一点，这样就对了。等一下，如果没有机要连接。这个例子大概就是四后动，虽然它都是连续的，是我们看不出来，他看着就动这样子，四后动。当然，其中大家如果稍微注意一下，还是会有一两个落实掉。好，那个当然就是我们环境观远，因为没有我们用特殊的光，就是一般的日光灯罩。或等等的影像处理的地方，那个华子跟介子在找的时候不是找得很好。那接下来呢，我想就动的这个部分呢，来做个说明。那这个也是抓一个球了哈，那个希望这个球丢过来，我们可以把它抓住啊，希望这样。还是一样，我们要求这些相对的位置，然后呢，这个利用这些坐标转换的关系，然后算球，但是对坐标怎么样来表示？利用这个运动学，球位置跟机械闭幕端加上各个角度把它算出来。如果可以算出来，当然我们就可以抓得到球。这个是另外一个机械臂了，那我想我就很快的把它修过去。因为这些的转换的关系还是一样的。那这个是这样哈，这个边看边动边抓，所以影像平面是这个样子。好，假如我们的目标物这个移动，那是我们希望，我还是先补充一下，我这一次把摄影机哈，
放在末端架子上面啊，上一只是放在这个位置腰部了啊，那我这一次这个是放在这里，那我希望呢，我这个摄影机可以动，啊，但要动机械臂，那动出来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呢，我就必须啊找，我移动目标跟机械臂的这些关系式。然后求这个所谓的逆运动学，那我想这些逆运动学的一些限制的条件，目的就是要让机械臂的这种运动学的计算量更少，然后呢速度呢快一点，那这个部分就容许我把它跳过去。有了这些关系以后，当然我们就可以算每一轴的啊，那个路径的规划。那因为东西在跑，虽然我们是看着东西在跑，但是要抓球要有前置量，所以呢，我们必须把前置量那个东西再把它算进来。所以虽然是动态的，但是它动态的前置量我们要把它算出来。那所以假设球的抛射方向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可能把球的轨迹呢要把它算出来。当然根据物理的一些定理我们从初速度、角度等等的关系式，我们可以把这些球的轨迹我们可以把它预测出来。那球的轨迹预测的最简单的方法我们要讲求速度快。假设我们空间坐标这三点，那知道它已经是球了，所以知道它已经是抛出来以后，它就没有推它的力了，所以它就是自由物体。那如果是这一条件满足的话，我们有前两个球的位置，我们可以呢来预估下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它飞行轨迹呢，我们是可以预测出来。那当然这些式子。也就是在要算它的飞行轨迹。好，那实验的设备大概是这样，我们做了一个花球架。好，这一次是把摄影机呢摆在末端架上面。那也是一样，透过两只摄影机来做这样的运动控制。那我们希望可以抓得更准，所以我们要做影像的校准。那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矫正板，在这个矫正板上面的刻度是已知的，摆在固定的位置。那我们可以由左右摄影机两个的成像关系，那去做矫正。这个大概是秀一下我们矫正的结果。第一点，它的在左影像的坐标，在右影像的坐标，然后呢可以换算出它在世界上的坐标，那跟真实的坐标的误差，所以我们的误差呢，我们大家可以把它抓出来，可以了解说我们这个机械臂做这样的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呢可以很正确的把它抓出来，所以这个是大概它的 X 方向、Y 方向、Z 方向，我们实际的点跟我们影像算出来的那个误差，这样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做进一步的校准。好，那这个是一个轨迹移动的侦测例子啊，连续的画面，这个球一、二，就这样一直跑，这样的一个画面。那我们也去算一下，抓了这几点啊，这些相关的数据的运算，可以把这个轨迹在 X 方向、Y 方向、Z 方向的这个。一找出来啊，所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是实际的值了，我们实际量测的值了，Y方向是这样，Z方向，那我们把它线性化啊，把它这个刻飞一点，我们把它求比较好的，那利用这些来做所谓的轨迹的预测。好，有这些都让我跳过去啊，所以我想我们就直接看。影片的这是，这一张呢是分镜头啊。
有抓没有到。有抓没有到、啊、这个当然不是说我抓不到，因为我钱不够所以抓不到。因为我没有钱做末端华子了、啊、所以、哎、我有碰到人、哎、我没有钱所以抓不到、啊哎、呀谢谢。那做这样的题目当然就是要准确的侦测我们的那个塔顶、哦、有背景相减，有那个色彩的一个转换的、哦、但是最后、哦、这两个方法都要透过形态学的处理、哦、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结果。那我们要准确的计算出目标物在空间中的位置，执行怎么算、哦、那这个摄影机的起合怎么算、啊、接下来我们确实的可以做到这个这一个目标，我们有两个、啊、主要地方、啊、就是我们要了解 object 它的 motion 跟我们 robot 本身的 motion、啊、所以如果这两个都很清楚，关系可以透过影像的关系可以把它 combine 在一起、啊，用到的方法，数学的方法，透过影像的方法，哦、有 image Jacobian 啊、哦，或是说我们用这个 predict 或是 estimate 的方式，哦、可以来达到啊、哦。像这个状况是废了，是失败的，因为我们左右两个摄影机嘛，啊、哦，那这个只有一个摄影机看到，但是呢，它筛选出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它认为这不是球，因为我们设定球的面积是圆的，这种状况会视而不见。那这种状况呢，这个左眼看到的，但是右眼没有看到，哦，所以这个也是会失败的。所以你如果稍微注意一下，我那个研究生在操作的时候，他要看旁边，哦，为什么？因为他看要球有没有移到界外去了。当然我们必须要改善目标被遮住的方法，所以呢我第二次做的时候就把摄影机架在末端的夹子上面，要改善这个视角的范围、哦、那这个是两难的、啊哦、因为用广角以后那一个影像的失真就会变大，影像失真变大那个误差就更大，角度就更困难、啊、提升影像处理的速度、哦那这个所谓的目标侦测，这个多点比较大，这个怎么样速度让它加快啊、哦？是不是有其他硬体的方式可以解决？那这是我过去几年哈、哦、做的一些专利。那这个专利呢，也是用两个摄影机了啊，把人脸的模型算出来。好，那这个专利呢是发明专利了哈。哦那有跟业界合作的工具机温身补偿的啊，这个，那另外一个是电动机车的测试平台啊，这个让电动机车可以不用到路上去跑，这个平台呢就会模拟产生它所需要的行驶阻力。另外一个是那个三轴的独立运行的摄影机的控制机构，啊一个是双轴的平行控制机构啊。那另外一个是申请中啊，哈，那个摄影机的自动对焦、变焦，啊，的控制方法啊。我们刚才那个例子是不是，因为我们球进来那个像素太少了，那如果我们可以用 zoom in 通道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解决啊？所以这个专利是探讨这个方式。这个就是第一个专利了哈。当然这张影像要两张，好、哦，啊两张透过这个特征点的搜寻，那左右对称好以后，那极限矫正完以后呢，可以把它的视差算出来，那视差算出来就可以得到这一张脸的 3D 的景深，好、哦，越
越白的地方就是越靠近镜头了，它的视差越大，然后越里面的啊，就代表这个离摄影机越远。好，然后把这个资料呢用 3D 绘图方式画出来，好，这个是某一个角度啦，这个是从后面，所以变成一个面具，好，了解我意思了，变成一个面具啊。那这个是山走的，这里有一个啊，两个、三个马达，好，那透过这些连杆去操作啊，控制这个摄影机。啊，那最主要的目的是说，希望除了 X Y 之外，还可以做旋转的控制了哈。一个投影片，这是两周的，好，请你点一下。我简单的做说明啊，这里一个一轴，啊，左右摆动，那这里一轴我控制它上下，啊，所以这一个摄影机有两轴，那因为是摆在一起，所以可以用三个马达，因为这个上下是可以用共用的马达，啊，这个是这个。那这两个影像。是这两个摄影机看到的影像，那这个实验是说让这两只摄影机去追踪这个篮球，所以它遮起来，它没有看到，它就不追，啊，如果有看到它才追，啊，所以这个是它看到的，啊，有现在有看到，它就把它保持在中心，啊，它往上它就往上，它往下它就变成往下。遮起来了，它就不动了，因为它找不到了，它就不动。手放掉，它就马上，看过去，还 OK 啦，哦，因为它看到后面有背光，哦，背光影响不是很大，哦，还是可以抓得到。遮起来了，它就不抓了，哈，哦。以上呢，是个人哈，实验室的一些研究的，不算成果了哈，一些这个引人羡慕啊，抛砖引玉，那承蒙各位这个给我一些建议啊，让我有改进的空间哈，谢谢大家，谢谢。